The impact of our consumption on this planet directly threatens our future. In the world of agriculture, we are facing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 crop diseases,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To survive, we must learn how technology can best work in harmony with nature. 世界上正在推广一种耕种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就是透过 AI。我们会经历的台风、水灾，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农民在大自然面前是很渺小的。农业来说，水分的管理一般要先学三年，只能用肉眼跟经验判断说该用多湿多干。现在有仪器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那个机器的数据来进行调整。原本我的植株受到水灾都弄烂起，啊，之后就观测那个水分监测器，我就可以知道说给多少肥。进行它之后根系重新发展，不然依我的经验可能全部泡烂就死光了。透过这个土壤感测设备把它装在土壤里面，它里面是装电池，那电池的耐用程度大概可以到一年。青年返乡务农这一块，像以前我们回来学从头开始摸索，可是现在有这些仪器设备记录的这些老农或是比较有经验农民的经验传承，新投入的农民加入，只要投资一些设备，他就可以享受拥有到那些老成的经验，让你之后栽培上可以更加得心应手，而少走冤枉路。全球暖化跟气候的一个大幅变化异常，在户外的条件之下的一个水产养殖的业者来讲，他也面临到同样的一个挑战。水温太高也会出问题，水温太低也会出问题。过去可能都是靠人的经验，水聚宝主要是应用在解决水产养殖上面渔民过去存在的一个痛点。以前就是用眼睛去观察，然后用手去触摸水质的状况。引进了水聚宝之后，我们可以由 APP 去了解说我今天这个水质里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ORP 也就是氧化还原电位，然后以及那个酸碱值，包含农氧，我们都可以很明显去知道说我今天我到底需要加开水车咧，还是说我今天要添加新的水。我们就能够24小时去协助渔民收集他所关心的数据，让他们的整个养殖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那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还要整天都跑来渔温，我要让我的能力可以做到最节省的状况之下，长辈的部分可以安心的把它交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台湾最大的单一的冬天产的火龙果的农场，它总共有11公顷。那我们透过一些科技的元素，希望能够把它所有的农场管理数位化。这个仪器还没来之前哦，我们最主要是在人工的问题比较多啦。那过去在农场里面都是透过人工的去开跟关水，那我们就透过自动控制系统，透过手机能够自动去管理整个农场的给水系统。那如何利用 AI 的模组，让整个捕光的效率最好，长出最好的果实？那我们就有一个光照的一个管理系统，温度、湿度、电导柱之外，其实我们也提供了氮磷钾跟酸碱值，所以整个土壤的状况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侦测器来得到。我们也希望透过摄影机的影像，植物的变化，不管是它的叶子、它的颜色，还有它的整个果实的变化，可以让我们农场主更加了解我们目前温湿度是不是要多加肥料还是水。我想农业的整场输出是现在最夯的热门话题，希望透过智慧农业的解决方案，将台湾农民的智慧结晶输出到海外以后，它可以将我们的 Total Solution 三层式架构直接带到复制到他们的国家来做一个发展啊扩散，让国外的农作能够在当地的茁壮成长。我们也在缅甸、菲律宾、印尼这些地区国家都已经有使用过。那未来的蓝虾，它过去也经营得相当有基础，那我们也能够协助它在整个收集的数据上直接串接到它的平台上面，让我们跟这些重视水产养殖的产业的一个国家能够产生更密切的合作。包括在印尼、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有针对不同的果品都有一些非常有兴趣的合作厂商在跟我们配合，透过类似的技术跟复制，我们把台湾的农人的智慧加上我们台湾最强的 ICT 的能力把它捆绑起来，那我们在各个国家各种果品我们都可以去复制。我想这个就是台湾智慧农业走向国际化整场输出最重要的关键。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all the other challenges, we can pull through. This is Taiwan. Together,
we can build more climate resilience in agriculture.